马爸爸不要骑了，难都难了。今年我们红苕扎得多，可能有1万多斤，但是它已经烂了一大半，在这坡头了，被拉了干些。你帮我骑过吧，骑了又管不了600块钱，我们自己两个又干了几天，用干完扯红苕，他都又扯弄球，你说骑不嘛？你算，我是捡红苕，我捡10多斤，你看见了这个？他那个是，那红苕那个是住在森林是，可惜了他。今年可能是因为热久了的原因，在毒府里面就烂成这样子，你没看吗？全是这种麻子点点、虫洞眼。哎呦，都抽了，你看，天，虫都把它吃空了，几乎每个都是这样子。猪一宰了，它只有拿来打烂喂鱼了。鱼都不能吃你的。那你不可能就丢个坡头不要了噻，挖回家去就够了嘛。不要骑了，爸爸。我让多钱来请人，还是那个大姐带些烂红苕在这里。就是你鼓捣说要砸的嘛，你鼓捣。我就是鼓捣要砸，你晓得吗？我在挖个，他肚子你都要鼓捣我转身来砸，砸几天。啊，就是，我还鼓捣你，你才鼓捣砸，你不鼓捣砸，这里要砸我红苕嘛。你们年年都说明年少摘点，少摘点，结果年年都摘那么多。车满了。嗯。开一个。爸爸和妈来的时候烂了，两个都气哄哄的，这样来大家都没心情干活了，你给劝好了。哎呀，我劝不动。你也别再烂闷两个的兄弟啊，不要管就可以了。走了，我挑起走了哈。我来背这一背。你我弄满，我下一回来背。就是把你弄满了，弄满都重得很，这个背都升不起来，扯烂。那你放在那，我下一回来背嘛。我帮你分担两回嘛，你专门背挑也累啊。嗯，走。哎。你说啥子啊？我没听清楚。妈妈，大姑爹要拉大姑爹。哪个教你的？哦，原来是奶奶教的。看他们不到这儿还扎成的很，重不重？红苕最重的。我先走了，你慢慢的。去嘛。妈，你晓得瑶瑶说啥子不？一天一只狗学得很，看到我了回黑了，他又说：“妈妈捡个弟弟，瑶瑶当姐姐。”我问他辣椒的，想当姐姐的很。啊，想当姐姐很，啊，他不懂得到。我问他辣椒的，说奶奶教的。我晓得是他奶奶还想抱孙儿。教了一片又晓得了，一直他记性好得很。你放心，我二天当真的。当真让瑶瑶当姐姐，让你带孙儿。再接一个，可以。那把人家在人家老妈梦都梦不赢了，牵个背一个，还要抱一个啊，还要。这个年代嘛，越多越好。那那些年是10多个，都是闹热的很。闹热嘛，肯定闹热嘛。现在哪家生那么多？还好这有点红皮子的没有烂，这种烧来吃好吃。妈，你继续整嘛，我把这条挑完。哎，我要说，我要挑完，你挑一口。你挑得起。闲人挑也挑不烂，你要挑，放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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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挑得拢这儿。哎呀。我自己挑来吃。你是换马儿？你说嘴巴好大，我几句话就把他们怼得哈哈大笑。哎呦，你凶你凶你凶。他们脾气我最了解嘛，刚没讲二天，多带两个生生就笑得不得了了。你怕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了，哎呦！多一个要不掉。我枪不准。还把玩儿啊？痛得很。我晓得，像你两个人不开心吗？不开心嘛，拿来说，逗他们开心哈儿了嘛。你以为我当真要生啊？我就不想生。逗一逗你二天，哦，哦，哦。又忘记了。